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小花，欢迎来到你和我的阅读时光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音频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分享，按赞下方。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文章名字叫《发人深省的鸟笼效应》，人越简单越高级，作者陈香。詹姆斯和好友物理学家卡尔森打赌，不久以后我一定会让你养上一只鸟。卡尔森不以为然，我不信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养一只鸟。没过几天，恰逢卡尔森生日，詹姆斯特地送上一只精致的鸟笼。从此，只要客人来访，看见书桌旁空荡荡的鸟笼，无一例外都会问：“教授，你养的鸟什么时候死了？”卡尔森只好一次次解释：“我从来就没有养过鸟。”可是换来的却是客人困惑而不信任的目光。无奈之下，卡尔森只好买了一只鸟。这就是著名的心理效应，鸟笼效应。反观我们的生活，会发现这样的现象无处不在。那些我们舍不得扔掉的东西，就像多出来的这只鸟笼，最终会成为我们的桎梏。只有精简自己的人生，才能够减少负累，轻装前行。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？衣柜里的衣服塞得满满当当，但有一半以上的衣服是自己不会再穿的。平时买东西附带的塑料袋子，外卖送的一次性餐具，总是忍不住塞进厨房的抽屉里。明明家里不是很大，但是每次收拾东西都能把自己累得够呛。舍不得扔东西，不仅没有给我们带来幸福感，反而会大大的降低生活的质量。有位网友分享过自己的故事，他是一个很容易冲动消费的人，因此家里囤了很多用不上的东西。一年前，他给孩子买了一条爬行毯，专门挑了大牌子。刚买回来有点味道，客服说晒一晒就好。确实一周后味道没有了。到了冬天，暖气一开，味道又上来，而且特别浓烈，他没舍得扔，收了起来。后来楼下邻居投诉嫌孩子脚步声太吵，又补上了。为了阻隔气味，还在上面垫了条被子。谁知道被子上也沾染了气味，怎么也洗不掉。尽管如此，还是舍不得扔，索性就把爬行毯放在了餐厅桌下面当脚垫。但食物残渣掉在上面很难清扫，前段时间在老公的强烈要求下，他终于狠心扔掉了。他说终于不用再为了怎么用它绞尽脑汁，也不用再担心它的气味会引起孩子的不适，下定决心扔的时候也没有舍不得，但是该扔的东西却是毫不犹豫。久而久之，家里变得空旷许多，日子也越来越好过。在《断舍离》的作者商家英子写过一段话：家庭空间只知道囤积东西而不知道清理，就如同一个储水池，只不断的进水而不排水，最终会成为一池死水。表面看着清亮，底层都是烂泥。一个拥挤混乱的家庭，难免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。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很容易产生焦虑，甚至抑郁的情绪。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物质极简，精神丰盈，只有扔掉那些没用的东西，才能重新赢得对生活的掌控感。听过一句话，大多数时刻人的不快乐并非来源于欲望得不到满足，而是欲望太多。当一个人欲望很小的时候，生活中所有的小确幸都是惊喜。相反，不断膨胀的欲望会让一个人迷失了初心。电影《第一炉香》里的葛荣龙便是因为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欲望，最终走向悲惨的结局。葛维龙在香港求学，由于父母要回上海，他只能去投靠姑妈。姑妈为了笼络葛维龙，给他准备了一橱子精致华丽的衣服。那一夜，他被这些漂亮的衣服迷花了眼，也渐渐的试穿。在和姑妈参加了几次宴会后，葛维龙渐渐喜欢上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。他在觥筹交错中荒废了自己的学业，也渐渐失去了自我，最终只能靠出卖色相来维持表面光鲜亮丽的生活。人生在世，有人为了锦衣华服奔走，有人为了虚名浮利沉沦。过多的欲望就像是一个黑洞，最终会一步步把你吞噬。节制自己的欲望，才能在浮华的世间守住初心，秀得清欢。年轻时，我们也曾极力地扩大自己的社交圈，总以为多一个朋友便多一条路，直到经历了人情冷暖，才发现真正关心我们的人其实寥寥无几。演员陶虹曾经拿下过无数大奖，但是却在自己最红的时期选择退出娱乐圈，回归家庭。
她在综艺节目《女人三十家》里谈到过自己一段过气经历。在她三十多岁事业正好时，身边围绕着一群朋友，所有人都会仰视她，高看她一眼。但是当她慢慢淡出视野，那些曾经对她很热情的朋友，即便看见她，也会选择视而不见。她说，这样的朋友不是一个，是一堆，是一群，是无数个。那一刻他突然懂得人情冷暖，人走茶凉的这些词的意思。你们把我当成一个过气演员看了，是这么回事。许多人听了这番话觉得扎心，但这何尝不是生活中的真实写照呢？很多时候我们费尽心思挤进的圈子，除了给我们增添疲惫，别无他用。我们小心翼翼维护的关系，在现实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。听过一句话说，酒肉朋友三千，不如三两知己懂你。人世间所有的关系都是化繁为简的过程，行走半生得三五知音便足以慰风尘。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位小和尚感觉自己每天都过得很辛苦，非常烦恼。师父把他带到一片空旷的土地上，问你抬头看看看到了什么。小和尚回答，天空。天空很大吧？师父说，但我用一只手就可以将整个天空遮起来。小和尚不相信，师父说，好，我做给你看。只见师父用一只手盖住他双眼，你现在看见天空了吗？继而师父把话题一转，说生活中一些小痛苦和小烦恼就像这只手掌一样，看上去虽然很小，但如果总是放不下，就会遮住你人生的光芒和整个晴空。小和尚的经历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遭遇呢？总有一些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很累，日子很难，似乎每天都在负重前行。但是真正困住我们的是积压心里很久的放不下的过往，看不开的烦心事。一个人只有定期给自己的内心坦灰除尘，才能够还内心一片净土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越是高级的人生越简单，简到极致便是大智，简到极致便是大美。往后余生，无用的东西该扔就扔，不合适的关系当断则断，困扰你的心事能放就放。一个人只有拨开生活的繁杂，才能寻回内心的丰盈。愿你我不为物所扰，不为情所困，过清简自在的一生。我们最近录到的一些文章当中，其实都有跟到这个断舍离跟极简，包括过往的第二季跟第一季哦。但是要实行确实有点难，因为毕竟有很多东西它有回忆。其实我不反对大家留下对于回忆的东西，收藏就是别人就是可能你觉得，就像我刚当主播的时候过我第一个生日，然后办了一个那种 live 的，也不叫 live 啊，就是聚会这样子，然后很多人送给我礼物，那是我第一次收到的礼物，而且那个礼物非常的神奇，就是有一些礼物那个时候是手写的卡片而已，但是我现在保留到现在啊，虽然有点沾灰尘有点沾位置，但是都一直保留着它，因为它确实很特别，然后有心意。在后来的后来其实也收过蛮多的礼物的，就是很奇怪，就后来的礼物就还好，还是尽量收着，但是没有全部都留下。不是我故意没有留下它哦，就是在可能搬家的时候然后遗漏了，因为东西实在太多了。所以我突然发现原来最原始留下的那个记忆，它有个小盒子，它其实也没有很占位置，但是我把它保存得很好，还收着。所以我觉得礼物其实没有分贵重之分，但是就是扯远了，好，扯回来。断舍离这件事情，就是像我这样类型的东西，你可以把它留下来，它其实不占位置，它是你生活中的小确幸。可是有很多东西啊，就像买的很多很多元，就是你讲的，像我跟我妈说，我们家很多东西可以丢掉。我妈说这个以后可以用啊，以后买新家这个可以用，可以用。我说妈，以后买新家你可以换一个橱子，买新家你可以换一个柜子，你为什么要换这个柜子呢？这柜子又小又窄，塞不了多少东西，你只是因为它是新的就把它留下来然后一直用吗？可是它，你看你新家有新家的尺寸有大小，你还用新家的尺寸就强行去对这个尺寸，你何必呢？对不对？你肯定新家会有装潢，装潢就有新的厨子、新的收纳的东西，还这样搞是怎么搞？然后我妈沉默。唉，断舍离是件很难的事情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就开始丢东西吧。说真的，真的有很多东西你不会再用。像我桌子面前所有东西是我在用的，其他区没有在用都不在我眼前，就是对，因为没有意义嘛。那有一些手机盒啊什么之类就没有用了，就不用再留了，有用才把它留下来，不是吗？唉。我们把生活过得简单一些，把心情过得简单一些吧，很多东西都过得简单一些。我们的现实社会太过复杂了，就是没办法，因为人和人之间就是很多问题，很多关系，很多关联之类的。但是自己的生活可以过得简单一点，不是吗？希望你可以过每一天简单的生活跟简单的心，让你可以过得更充盈更快乐。今天的分享就这样了，那么明天中午再见了。